到美综合报道，艺人谢和弦时常在社群网站上批判时事。日前他才在脸书上发文表示要选南投福利镇长。近一日又对于台湾提供海地45亿贷款发表评论，直呼中华民国被智障都搞砸了。日前才称就算请我爸来劝退也没有用。自曝要选福利镇长的歌手谢和弦，今又在脸书 PO 出一张蔡英文以及海地总统摩伊士的合照。他气愤写下，国父孙中山都从睡梦中醒了，他的中华民国被智障都搞砸了。自15亿借出去的同时，也宣告党派时代的结束，压垮台湾年轻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看得出他对于此事的不满，他批蔡政府不知人间疾苦，并嘲讽蔡英文是文青部落客。贴文一出，惹来网友留言回应，45亿就这样被浪费了，我只想说这样援助真的很可悲。不过也有网友出面缓颊，借贷不是捐款，何况外交的预算跟内政是分开的，就算金天没借这45亿也不可能用在内政上。谢和弦发言犀利，反射自谢和弦脸书，谢和弦在脸书上评论时事，反射自谢和弦脸书，歌手谢和弦日前才宣称要参选福利镇长，反射自谢和弦脸书。